叫啊！你叫啊！你唔敢叫诶！小黄问讲和骑车男子当街起口角，笨死啦你！哦，你没走哦，你们要笨死哦！哦，哎，我来讲哦，你们，你去外。我这边叫警察来，来！一阵碰撞声，影片到这就没了下文。事后，问蒋在网络抛出自己手脚受伤的照片，怒控骑士出言辱骂，还骑车冲撞，害他受伤。而这一切只因为车上这张候选人贴纸吗？很明显，他在争执过程中，他眼睛一直在瞄那张贴纸。雷姓问蒋的计程车上张贴了韩国瑜的竞选广告，他怀疑就是因为这张贴纸引起机车骑士不满，故意挑衅。我遇到的都是很理性。上车就很欢欣鼓舞的说：“司机大哥，韩国瑜加油！”我是觉得很无奈，我们今天高雄人已经够辛苦了。有回来反映了哈，然后停等红灯的时候会碰到不同阵营的对手哈，会叫嚣了，甚至用力拍倒我们的车那个宣传车车身了。他是说计程车司机挡到他的。机车大根本跟政治立场跟选举无关。这名雷姓问蒋去年曾经阻止一名妇人到前夫家泼汽油，化解一场危机，正义感十足。这回在路上开车和骑士起冲突，事后他向警方报案，对骑士提告伤害和公然侮辱，为自己的权利捍卫到底。记者纪博士高雄报道。